奥特曼已经被我关到这里了，他出不来了。这里我放了好多小蝎子，还有蜘蛛，还有大螃蟹，还有大螃蟹，现在正咬着奥特曼呢。你呀，就乖乖在这里躺着吧。怪兽，你这些小动物放在里面给我挠痒痒呢。什么？气死我了，给你挠痒痒，一会儿啊你身上的肉一片片都给你吃没了，骨头渣都不带剩的。嘿嘿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在给我挠痒痒，好舒服呀。螃蟹、蜘蛛、蝎子们，你们赶快咬它，不准给它挠痒痒。我的兄弟们怎么还没来救我？救迪迦奥特曼，我来救你了。你这个怪兽竟然敢抓我的兄弟，我怎么收拾你？哼，哎呦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把我救出去。好的好的，别着急。哎呦我的天呀，你再不来救我呀，我的骨头渣都不剩了。